激动，特首发话，继明年二月有规模通关，这次内地官方也回应了。由于香港的社会各界都是热切的期盼能到内地，所以昨天这个中央人民政府跟香港特区政府也发出了一个积极正面的信息，就是我们双方的讨论，专家的对接都已经得到很好的良好的进展。我们更希望到明年二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3周年的时候，能比较有规模的通关，让我们能举办一些大型的活动。其实现在在曾国伟的局长里边，我们已经在筹备，希望明年纪念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颁布3周年，举办一个非常大型的论坛。因为明年也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就在昨晚，国务院也回应称，通关工作正有序推进，看来这次有戏。